里边请，请。小二啊，老爷们，我给你留了几条鲜鱼啊。哦。哎呀，好新鲜的鱼啊！啊，好。哎，二位客官，有些什么？一碟小菜，两碗米饭。多久？不会，不会哟。啊，好好好。怎么？堂堂的男子汉不会喝酒啊？老大爷，我们不是不会，而是不用啊。告辞告辞。哎，酒到饭菜到，二位客官请用啊！请用请用。多谢了，于老伯，酒来了啊！好好好，小二啊，端上啊！好好好好好好。哎，喝酒无人陪呀，越喝越没味，怎么样？哎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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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们是向阳冯府的吧？我这里过栏里客人天天都有，谁知道哪个是的呀？啊，哎，慢点，进去看看。是，好，哎，请进。嗯，哟，哎呦，大管家你也来这，来，你老喝酒喝酒，哎，你也在这呀、啊？在这，喝酒，喝酒，酒中饭饱，该走了啊。哎，大管家，大管家，哎，大管家，大管家，你们是不是要找两位女的？对，两个女的，两个女的。我晓得。闷得很吧，出来。你们怎么跑到我的船上来了？老大爷，烦你送我们一程。老爷爷，二位女公子啊，老爷爷你怎么哈赶着、我们是男的怎么是女公子呢？是啊，刚才冯府的家人要找他们小姐和丫鬟，是不是就是你们呢？哎，老爷爷，你莫哈赶呗，我们怎么是冯府的小姐和丫鬟呢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嘿嘿，老汉五十八，两眼不昏花呀，上能穿云雾，下能透水底，你们瞒得住我吗？老大爷、老爷爷，老大爷，既然如此你们就下去吧。老大爷，老爷爷，老大爷，我这个船呢是打鱼的，不是摆客的。下来。老爷爷，老大爷，就救救我们娘家吧。老爷爷，老大爷。回向即走，有劳诸位。走，快走！老实点说，快点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走，快点！周先生您好，那您打通电话想了解哪方面的问题，或者是反映哪方面的问题呢？我就是想问一问，买了你们的那个保险以后，信了就是。说吧，这房子你到底让不让？这房子是祖父的遗产，你爹有一份，我爹也有一份，你凭什么让我走啊？什么？这房子是谁盖的？是我爹，你家也有一份，拿出证据来呀！就是，拿出来。
就是喜欢哭，老爷爷，你不晓得我跟小姐的心思。我早就知道着，你跟小姐的心思啊，来，你看。向枝头。